在下韩永南，住在兰方东郊，银矿矿主。麟德元年十月庚寅，也就是前日，我在家中与众友宴饮，为了助兴，侠妓数人，谁知竟有不良之徒状告我强奸，我甚是冤枉啊！侠妓？啊，赵望蕊。 尚未成年，其母金氏在你府上帮佣，府中宴饮人手短缺，今氏便唤其女来你府中帮忙。尔等狂徒，酒后将其女强暴。韩永南，啊，在。是也不是？冥府，这里不是京都，在兰方有很多女娃生下来就被弃养了。 这让他饿死在荒野，倒不如趁他年幼有姿色的时候，找个如意的情郎，这也算有个出路啊！荒唐！依我大唐律令，若非自愿，便是强暴。如何辨别自愿否？这小女也无法对质，但是她母亲是同意的呀。冥府，我可一文钱都没少给他们。今世。 你不能拿完钱还反咬我一口啊！我没收你的钱啊！冥府，我有证据。这是买卖的文书，上面有金氏的手印。交与金氏，这买卖文书上的手印，可是你所按？大胆刁民！金氏分明连字都不识，他怎知案呢？究竟是何等文书？乔黛。 在金氏家中，有何发现？禀冥府，金氏屋中确有三千钱。没有啊，大人，没有啊！哎，冥府，您要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在这公堂之上，我只能告诉您一点：这京都出了一种叫五石散的东西，服下之后。 情趣倍加，犹如仙境一般，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。冥府若是不嫌弃，过些日子我就……儿子，哎，嘿，冥府，冥府。 从昨日您就把我抓来，到现在也12个时辰了。大唐律令我也略知一二，如果定不了罪，拘禁时间最多不能超过12个时辰。哎呀，冥府，自打你上任以来，一直秉承大唐律令，不能因为金氏的片面之词，坏了您的规矩，不是？ 韩氏永南强奸幼女一案，因证据不足，择日再审。 还有，确保候审。在此期间，你不得离开兰方县境半步。退堂。关小虎，他就是个恶人。
裴永丹，你干什么？啊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我不会给你做主的。不是小蕊达凶妄多，是他害罗小妹，不能放过他，不能放过他，不能放过他。我有何罪呀？你们瞎嚷什么呀？律令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嚷什么呀你们？哟，明佛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行凶，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明佛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给我妹妹报仇！此子当街行凶，收剑！明佛，你算什么明佛？愣着干嘛？你走啊！你就是个狗官！狗官！不要偏离了，惹人不受罚，没有偏离，狗官，狗官，狗官，明府，我自幼也长在长安，毕竟你我之间说话还都听得懂，不像他们。您若不嫌弃，今天晚上可以到我府中忏悔一杯，好好聊聊。告辞。严嵩，严嵩，严嵩，明府，明府，明府，你把韩永南放了。你还把小蕊他阿兄给扣下，这简直好坏不分嘛！明府不是要放他，是暂时没有拘役的理由。胡说，咱们现在哪还顾得了那么多规矩啊？小蕊他们家什么情况，你们不是没看见？他还不够惨吗？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替他挡刀呢？因为你是官差，你知道要奉公守法。我说过，我要在兰芳立起一面律令的旗帜。任何人、任何时候，都不能够让情理大于法理。光天化日行凶伤人，往东，论律当拘。证据不错，韩永南，论律当释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说过你。跟随你这么些年，我没见你这么怂过。你也有话要说吗？没有。你跟我来。把韩永南案的全部卷宗都给我。洪执事托人从洛阳带回来今年的新茶，我去给你煮一壶。这个人是从善方的云岗，兰芳出了名的滑头登徒子，欺骗祸害了无数的少女和少妇。前几日刚有个女子因与他暗结珠胎而自缢，你看今天他的尸首就现身在城外了。又是买凶杀人了，这个月第三起了。肯定是自缢女子的父母或者是婆家干的，他们买的凶，抓来问问便是了。
证据证人全无，现在这个尸首只能是证明买凶杀人。哎呀，怪不得别人。刘胖，就这么轻易就把仇报了？所以人现在宁愿花点钱找人摆平恩怨。不过这些死人也都不无辜。说这个杀人凶手是谁呢？看这个杀人的手段老辣凶残，感觉是像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啊。如果明府能把这些凶犯还有像韩永南那样的烂人全都绳之以法，咱兰芳就不会再有冤屈，不会再有苦难了。不再有冤屈，不再有苦难，那是极乐世界，那就不是兰芳。我们大都是凡人，是凡人就有私心，包括律令也是凡人定制的，岂能全能呢？哎，我说啊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既然你说这律令都是凡人定的，那明府他为什么非要严守这律令呢？他的坚持自有他的道理，我们只需要配合就是了。这个钱浩跟黑燕的关系让你打听的怎么样了？除了钱浩以外，这黑燕全武帮毫不知情，就连他的亲信也没见过钱浩跟谁联络过，感觉这个玄武帮啊只为自己效力。会不会是钱浩以前是黑燕，后来黑燕解散了，他自己弄了个玄武帮了？有可能是漏网之鱼。我们来这里已经大半年了，除了看见他的运气，什么也没看见。那三天前查了没有？那么大一笔钱是谁何时送去金家的？这些细节也许会有些发现吧。我明知道小蕊是被韩永南所害，那真是根本就不识字。这文书摆明的是被迫无奈。我明知道望东是愤慨之极，换作是我年少轻狂也会如此行事。可是我能怎么办？我除了放着韩永南走，我又能如何？这世上没有谁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，韩永南没有，反之亦然。在他伏法之前，你把望东留在县衙是对他最好的保护，你没有错。我想这个案子假以时日，你就会有结论的。倒是这几宗你看看，我怕你会有疏漏。都是失踪？这些失踪的人口、年龄、性别、失踪时间都无规律可循，但你仔细看看他们的户籍，皆是兰芳城郊银矿附近的村落。流水，金家也在那里。这些村落因为银矿，近些年粮食绝收，土地寸草不生。会不会是为了活命，所以脱离的户籍呢？就算是逃籍，我也会追查清楚。
开门。是。饿不饿？吃点。别瞪我了，眼珠子快掉出来了。狗官，我可不是什么官啊，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。刚才弄疼你了？恨一个人，恨不得想杀了他。那你真的杀了他？你把这饼吃了，我告诉你。明府，明府，我刚才问过了，明天一大早放你出去。如果回去以后你还想找韩永南报仇，这回我看不见，我就不管你了，行吗？不可能的，他家银矿看守的人特别多，还有特别凶的狗，我进不去。你放心，狄明府会替你报仇的，那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那他今天为啥放了韩永南？证据不足。惩罚坏人还需要证据？不是，干啥不需要证据啊？你说他杀了人，他说他没杀，那我们当差的信谁啊？如果说没有证据就随便乱杀人乱抓人，那我们跟帮派有什么区别啊？如果官府都这样不分好赖，那还不如黑夜。你怎么会知道黑夜？我听过传说。什么传说？人家都说以前有黑夜的时候，人们都不敢作奸犯科，因为黑夜不会只向着那些有钱有势、读书认字就能把黑说成白的人。就算没钱，只要加入他们，他们还会替我们除掉那些害我们的人。听他们胡说，谁告诉你这些的？你还是向着狗官，黑夜就是比你们强。臭小子，气死我了！随便你吧，我不管你了。马柔，我滚出来！狗官，把刀拿出来！狗官，放我出去！狗官，放我出去！狗官。赶我干什么？要罚请便。我就是不服气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凭什么永远是好人吃鞭？凭什么你今天那么窝囊？你面对韩永南，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凭什么你那么用心做，还要被他们骂是狗官？鉴于你能说出没有证据便不能定案，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明日把他放了吧。好。
死了的两名女子都是城里妓馆的花娘，昨天晚上接来的。去把管家找来。这京都出了一种叫五石散的东西，服下之后情趣倍加，犹如仙境一般。平时这种情况，家主不让我们去打扰，我们也不敢去询问。他每次带人回来，都会吃那种药吗？这药反正是从京都来的，不是总有，时不时吧。畜生！所以到某时，给家主送茶的丫鬟，才发现的，就是他。你在送茶的时候，都发现了什么？明府。他不能说话，他是个哑巴。你真的没看见韩有男？没有吧，我哪敢骗你呀，你自己都看过了呀，家里马厩的马全都在呀，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，根本就没有人进出过。明府，城郊各处也确认了，韩有男确实没出城，通缉令也发了，他跑不了。银矿重地，要有州府的搜查令才能进来搜查。这位是兰方的狄明府，金上受命的地方官。开门。银矿乃是朝廷命脉，我们只认州府的大印。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银矿内窝藏了杀人犯，把门打开。哼，你们要是敢闯进来，可就别怪我们动粗了。一律按律令处置啊！你见过吗？看看，今天有见过他吗？今天一整天都没见过他，都没见过吗？确定今天没见过他吗？你还是让他跑了。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你想看吗？静。
看见了吧，我阿妹现在和死有什么区别？若不是你们阻拦我，我已经把她杀了。杀人偿命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报官，应该直接去找黑夜。别胡说，放开我，你也是，都滚，滚，都给我滚，滚出去。还有你，出去。请相信，我一定会抓住海牡丹，将他绳之以法。不用你们管，这事你们也管不了。滚！滚！城内都不见海永南的踪迹啊。明府，他能去哪儿呢？禀告明府，经查实，今日卯初确有一辆银矿马车出城，速度很快，车上还有一位马夫装扮的男子。出城了？你们怎么能放他走呢？海永南的通缉令不都发了吗？他的衣着和相貌无法与海永南相联系，而且身份文牒也都对应无误。昨日还有南岳刚放出来，我们实在没有料到，望民府恕罪。起来吧。马车驶向何方？去往城西六里驿方向。前面应该就是六里驿了。对，明府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六里驿的驿城，不会被韩永南胁迫了吧？次都不听我把话说完，要我说啊，我们就应该藏在这儿，这外面都是荒漠，他要走总得来骑你吧。
我们藏在这儿，到时候攻他的出其不意。好主意。韩永南，你跟我的马说什么了？别动，我手里的弓箭可不长眼睛。你是何人？可以啊，三个人对一个。三个人一张弓。杀了我，你就会被凌迟处死。凌迟处死，你是谁呀？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那你的马哪来的？谁说那是我的马？这地方没有马，根本来不了。你飞过来的。这匹马是一个时辰之前我跟一个男人换的。换的？是，看着很斯文的男人，眼睛上有个痦子。在哪里换的？你这剑抵着我，现在想不起来。不如这样，我数到三，咱们都把兵器放了。一、二。哎，住手！我信他。刘府，刚才是故意射到我脚前的，你到底是谁？在下姓刁，名小官。咱们聊聊。早知道这家伙这么龌龊吧，我就应该多跟他要点银钱。说重点。一个时辰之前，啊，现在是一个半了，他正往伊乌郡的方向走，咱们就是快马加鞭，也得一日才能赶上。咱们？我得要回我的马，不能让他被这么个货色骑着。我不需要你同行。这马我买了，你走吧。好吧，马我可以卖给你，但是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吗？我姓狄。姓狄？名字呢？这么讳莫如深，难不成叫大官？大官，你不觉得这驿站有点诡异吗？名府远道而来，小人有失远迎，罪过。你认识我？小人姓庞，家就在兰芳，只是日常在此公干而已。今日你可曾见过此人？不曾。驿站这两天不曾接待过任何人。啊，名府，请前面喝茶。等等，这里面有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前几天猎了两头鹿而已。小腿，哎，别动！明府，还真是个大官。名府，这都是他们的卖身契，
都是父母亲自签署的，绝无欺瞒。明府，小人没有违反大唐律令啊。不犯法就有理了吗？哎呀，这边境往来经商的人多，我也只是中间挣个差价而已。至于他们买回去做什么，我从来都不过问。哎，这要是遇上个好人家，收做义女，那岂不是一桩美事啊？你放屁！再说我阉了你！明府，明府，小人没有违法，没有违法。明府，他确实没有违反大唐律，我不能抓他。这些女子我买了，不要再贩卖人口。一定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马蓉，把你的钱给我。我不懂王法，但懂良心。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啊，互相抓着点衣襟，千万别走散了。务必把孩子们安全送回城，带陈方兵来找我。要干什么？别过了，自己找地方。混蛋！没脑子，拜拜送死。